好球，林庭坚这边利用假动作啊，青岛的犯规次数已经犯满了，张伦林庭坚这边接球就扔，这边三分也中啊，刘伟，林庭坚这边再来一个，连续的两记三分。林庭坚，两分再进啊！这段时间也是连续的砍分，状态非常好。就连续的命中两记三分之后啊，这个进攻的节奏啊，个人的感觉是大。这第一节比赛罚球的命中率还是比较高的啊，14罚只丢了两个。林庭坚这边斜四十五度三分球，好的，空心入网。林庭坚今天的效率真高啊，只要是机会，这个轮换啊，青岛这边这次传球也出现了失误，林庭坚脑后的一个传球啊，石德帅轻松的打进。林伟汉这边也上了，好球，林庭坚这边利用假动作啊，点飞之后也是命中两分。田野，孟子凯，林庭坚的三分球这边也投进。林庭坚今天的这个林庭坚个人的一个表现还是非常好的啊，在天津这边比赛还有最后的40秒钟，索罗维奇篮下好球，很轻松啊。索罗维奇看能不能还一个好球，那也是很勉强。林庭坚又是直接断下来，武则月速度很快，不进啊，但是裁判应该是手快啊。林庭坚把球再去肉搏，而且也是球队攻防两端的核心啊，因为上球很快，林庭坚这边快下，还真是非常的困难。底角这边好球，使得帅的分。林伟汉，这边打的确实有点太多了啊，直接是甩到前场。林庭坚两分打进，金星这球上的也够快的。好球，林庭坚啊，先是六。林谦一脚金星的三分球，上场比赛拿到4分。哎呦，这边林庭坚的打板三分啊，正面。张玉伦三分球，林庭坚保住后篮板，这边需要抢了，时间不多了，毕竟三分球的犯规啊，这边吹了邵英伦三分球的犯规，这球邵英伦啊也其实真是